在解放战争史上书写了一笔的胡家窝棚战斗，就这样结束了。除去几名重伤员之外，参加战斗的4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。关于捣毁这个小村庄对整个战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，后来战史研究人员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司令，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辽河上架起了几座浮桥，我兵团畅通无阻，畅通无阻。廖司令，现在我命令你，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，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。都副总司令，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辽河架起几座浮桥，我兵团畅通无阻，畅通无阻。廖司令。 我已经调军舰，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，策应你兵团安全转进，安全转进。顶住！顶住！给我顶住！不许撤！ 按我的命令，让他们顶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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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顶住！快！廖司令官命令你们顶住！顶住！